人老腿先老，一旦上了岁数之后，这个腿动不了了，丧失的不仅仅是行动自由，丧失的是做人的尊严。因为腿动不了了，你没法把屎尿自己送到厕所。为什么腿先老？他那个气就开始在上了，他喜欢翘二郎腿。那小孩不是，他那气在下，所以他那气死他，他天天在那儿跑，天天在那儿跑，哼。看他的，他那个姥姥姥爷奶爷爷奶奶能累死。那你站桩也是干什么？学小孩把气引下来，怎么引下来？你站着不动啊，站着不动。那老师，那人家销售员卖票的也站着不动，为什么不行？因为他脑子在动啊，他把气血引上去了。小孩他脑子清澈，他没事儿，所以他不调动气血往上走，他也不用劲儿，所以他才能气在下。一样的，你在这站着不动，脑子首先不要去动，不往上调动，放松下来不用劲儿，哎，他才能把这个沉下去，那就锻炼。